当当终于朝圣到这位榴莲拉面本人啦！我们今天要来吃只有马来西亚看到的榴莲拉面。孙先生，这间在高雄冈山的拉面店有着本来只有马来西亚才看得到的榴莲拉面。老板结合自家的豚骨汤头，加上大量的笋干跟叉烧，最后放上整整两大颗的榴莲肉。而且当天这一碗一上桌，我们这一桌马上变成整间店的焦点。另外除了榴莲拉面以外，这间店的招牌豉油叉烧豚骨拉面也是一绝。德瑞克推荐隐藏吃法，记得额外再拿他的辣油加在汤里面，这样吃起来爽感100分啊。这个超大块的，怎么样？整颗榴莲的那个肉，哎，它是两颗，哎，它是两颗在里面，这样子人家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我有眼睛看嘛。啊，怎么你不是瞎子？大家好，我是德瑞克，今天直接从台南杀到高雄冈山吃一碗拉面。吃什么拉面？我们直接去，走。好了，谜底揭晓，我们今天要来吃只有马来西亚看到的榴莲拉面。孙先生，你别和我来这一套，想吃自己打。对，这一间三合堂，其实我之前在他东西就吃过，他东西好吃。对，他东西好吃。当时我跟那个蔡中兴去拍那个，他有那个懒不辣拉面。那这一次我们就点他的榴莲拉面。挑战，是挑战大家味蕾放一起。点那个就是最极端的了。然后我就点一个香辣豚骨，这是我平常最爱吃的。然后一样就点一个榴莲拉面，开箱给大家看一下，对不对？但我记得他上次他的炸鸡也蛮好吃的，所以我们这次来点他的小菜。可是他刚才一波生意已经好了，可是我刚才问说好像有一些小菜已经没有了，所以等一下看他还有没有。还有什么东西都给我拿出来，都给我拿出来！哇！好，谢谢谢谢。耶，我最爱的麻辣拉面，谢谢。豚骨，这个超大块的，是什么呢？整颗榴莲的那个肉，哎，它是两颗，哎，它是两颗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葱、笋丝跟庞大的叉烧肉，但面都还找不到。你找一下面。哦，找到面了。这样子人家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我有眼睛看嘛。啊？怎么你不是瞎子？进来就看到蛮多人点。很多人点，很多人应该都是为了这个来的。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好吧？其实它榴莲味已经被那个，它好像类似那种豚骨那种咸味已经有点冲淡掉了，没有那么恐怖，对，没有那么强大的瓦斯味。我先来喝喝看它，它就是有一点，你吃到有点那个榴莲的那个甜跟那个果酸味在里面。这是它的叉烧肉，那叉烧还是一样好吃，它外面那一层是有点卤到黑黑的这个部分，它是有很浓的那个酱油味。肥瘦相间，西北风，吃看看，大颗的榴莲，对，它是甜的。它榴莲本身还是很……我们两个本来不太敢吃榴莲的，都觉得还 OK 了。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这一碗一定超级爱。榴莲本身还是很有榴莲的味道，跟那个榴莲果实的甜味，但是它的面没有因为放了榴莲变得味道很可怕。对，而且我觉得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日式拉面变成是南洋风味，就是南洋风味就是有加一点酸酸甜甜的水果味进来。然后我跟你讲这一间的话，之前我们在那个中立有吃过，他们的话现在中立是吃到饱，他之前还有那个叫什么，整碗面全部都是虫，满满的虫。我找一下画面看，如果有我就放在旁边。这一间我还有一个很推荐，他们家的炸鸡，日式炸鸡绝对要吃。他们的日式炸鸡西北欧家，它外面炸的这一层面衣啊是很酥脆的，
桶，然后里面的鸡超嫩，这个真的超好吃。啊，如果你爱吃炸鸡的，就去吃他的那个中立跟那个台中店，他们的那个是吃到饱，他是300多块而已。然后我通常都还会再拿辣油再去把它加更多。而且他家的豚骨是放到后面，它会变得有点浓到勾勾的，就像你的那个沾面。呛吗？微微辣，香，日本的那种日式辣油，不会呛。然后它的话，它是选用那一种细面，所以细面的话，它是里面有保有一点米心，所以吃起来是有那种 Q 劲的，那种咬下去会有那种断面的那种咔啪啪的感觉。然后加上它的那个豚骨的汤头，非常好吃。而且豚骨汤头你可能吃久会腻，它辣油加上去以后就完全不会腻。你这样很像在吃酷霸，是因为本身没有不好，只是它味道才是。对，水果之王。嘿嘿嘿，小孩子说，他们小孩子说，榴莲安安当加料，哎，再来，那一来也再加料。哈哈哈哈哈。南友方就是有点，榴莲会变得有点香茅味了。有点香茅味。就是以前榴莲感觉很像是瓦斯的感觉，然后它是变得有点像是香茅，它跟它们混在一起变得有点难，就你讲的香茅。难，对。就是不敢吃臭豆腐的人比例应该很少，可是吃榴莲的人比例比较多。对，为什么比例比较多？臭啊！你知道为什么比例比较多？因为比例他很早就唱哈哈，什么都不必说。好了，吃完了。这一间的话，我总评如果5颗星的话，我可以给到4颗星。对，其中还有一颗，还有想要给半颗星，是他给他的炸鸡，他的炸鸡真的超好吃的。然后这次他这个榴莲口味的话，我个人觉得你只要喜欢榴莲的人都可以来试试看，因为他本身拉面的底就好吃，那加了榴莲以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变得有点像什么香茅的味道，那种南洋风跑出来。不敢吃榴莲的人，你可以找一个敢吃的人一起来吃试试看。然后你的话比较不敢吃的那个，你可以跟着我，你就点那个香辣豚骨，然后记得自己再多加一点辣油。我就想要推销我的香辣面嘛，他的那个麻辣豚骨真的很好吃哎。好啦，那你们自己也有喜欢吃的拉面店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讲。那我们就继续去吃，等一下我们要前往台南，走喽。